请合掌，请跟我念：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首先我们再做一次供养，跟我念来：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供养十方三宝，嗡阿哄，嗡阿哄，嗡阿哄，嗡阿摩嘎波扎玛那班咩班扎瓦丹哈格达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拉哄嗡阿哄嗡阿哄嗡阿哄。然后现在做理的供养，也叫法的供养，真正的供养啊，来归佛。当愿众生发菩提心，消灭自私贪心，归法。当愿众生深信因果，体证空性，消灭愚痴邪见，归身。当愿众生修忍辱，行慈悲，消灭嗔恚暴戾心，愿成佛，度众生。好，请放掌。我们对三宝做了最圆满的供养以后，那现在马上也要下施众生。特别我们这七天是教内最大的法会，水陆普渡民扬两利大法会。这个水陆法会的缘起是来自于阿难在打坐的时候碰到了鬼，那事实上这个鬼是由观音菩萨所示现的面燃鬼，那么提醒阿难，修行人也不能光为自己解脱，要想着众生的苦。所以阿难请示佛，佛就告诉他这个过去观音菩萨传授给他的这个施食布施食物给鬼道超度鬼道的这个缘起。那么在梁朝梁武帝的时候，各位都知道这位皇帝非常的虔诚，他有一次做梦，也梦到梦中的金色人就佛一样啊，告诉他现在在这个世界最大功德的就要办水陆普渡。所以梁武帝醒来以后就请示他的师父宝智禅师，宝智禅师就按照经藏里面呢、编辑写的这个水陆超度仪轨啊。那么后面呢很多祖师大德就不断的添增内容，所以我们现在有完整的一个超度仪轨。讲到水陆，当然也包括空中众生啊。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呢，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呢？四个字，来念一下：普度众生。那既然要普度众生，那你就要怎么办才能够普度呢？念一下：圆成佛道。啊，我们现在啊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度众生，我们现在是借着佛的力量啊。我们种种的功德回向，但是你真正的要度众生呢，就要等你自己成佛了啊。所以因为了解到轮回众生的苦，这个叫什么？慈悲心。然后也深深的体悟到自己的苦，各位生命的本质苦不苦啊？苦啊。所以来拜佛的都是老菩萨比较多，特别女生比较多，苦啊啊，感情的苦啊，家庭的苦啊，肉体的苦啊，所以呢自己对苦有很高的强烈的觉受，
就升起了一个出离轮回苦的决心，这是一个学佛的根本。为什么会苦啊？因为凡事存在的都变化无常，你怎么可以叫它不改变呢？所以无常故苦，变化无常所以苦，一切你都没有办法主宰它，这个叫无我故空。什么叫空啊？要我们放下，不要再主宰了。各位，你的儿子要怎么做你回向就好了，其他随缘吧。你不随缘，你强烈的执着要他改变，那你就很苦啊。所以呢，我们要出离痛苦叫体悟无常，了解一切都无我，这样的内心呢、平静涅槃极静，才能够离苦。但是我们想要离苦，但是一切众生呢都一样想要离苦，众生就是众死，一切生命都在生死轮回苦里面。所以我们自己对无常苦有出离心，我们才了解其他的众生也很苦，所以对他们就升起了一个大慈悲心但是你要对众生升起慈悲心，本身对自己生命的苦要有绝对的体悟跟出离心，非常的痛苦，然后以这个大悲心为缘由，那最后我怎么样帮助众生离苦呢？那我就一定要成佛才行啊！如果没有成佛，我怎么度众生呢？但是偏偏我现在还没有成佛，但是众生的苦又是我的责任。各位要有这个心态啊，众生的苦都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啊。所以呢，我们就要升起的这种责任感，生命的苦都是我应该要承担的，所以我一定要追求成佛，那么才能够带着众生离苦得乐。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成佛，却以成佛之道来引导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叫什么？菩提心，发起成佛度众生的菩提心。那么有了菩提心，如何圆成佛道，圆满菩提呢？那首先你叫体证空性啊。虽然你有所谓帮助别人的想法，但是你我执很强，烦恼很重，你怎么度众生呢？所以一定要破我执。为什么要研究心经啊、金刚经啊，这样才可以打破这种我的执着。今天有人伤害你骂你，事实上是对你好，伤害你骂你像炸弹一样把你那个我把它消灭掉，有一个我在被骂，有一个我在被侮辱，那你就没有空性这世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幻化，不是真实存在的，哪有一个我或是我的儿子在被欺负呢？各位要随时这样想所以你要圆满菩提，你一定要体证空性，有了空性以后，你才能够圆满菩提，最后成佛广度众生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念一下广结善缘像各位愿意来参加水陆大法会超度，我们跟众生结缘上面写的这么多牌位啊，消灾延寿黄色的往生的牌位，我们跟他结缘今天上午我一上午都没事了，我就在那边写牌位，写到刚刚还写不完想到以前的对我们有恩的人老师甚至曾经被我们欺负的人甚至呢伤害过我们的这些人都是我们要回向给他的要消灾延寿，我们过去所吃所杀这么多众生放生护身甚至我喜欢到哪一条溪哪一条河去钓鱼太多太多的众生，我们必须跟他结缘帮他写牌位，帮他超度我跑了很多很多的监狱而且很多监狱里面都有处死刑犯的这些刑场，这么多死掉的人乃是关在里面的人，我们也要跟他结缘所以呢尽量的帮他写这个牌位，因为水陆空大法会这么多法师发心，这么多菩萨发心，那么这样子的力量可大了，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但是呢大众的这种水陆法会力量可大了，就借这个机会跟他结缘所以小时候的老师朋友帮他写消灾延寿过去的老板领导帮他写红的消灾延寿
啊，已经往生的朋友，已经哎呀，癌症死亡的、自杀死亡的，甚至想想那些被堕胎的胎儿啊，啊，我们过去自己所杀所吃啊，累劫冤亲债主、欺世父母啊，我们要一一的跟他结缘。啊，用了这种大众共修的力量啊，愿他消灾免难，愿他永离三途苦，得生净土，这样呢，跟他结缘，啊。所以呢，要有这样子的心态，不断的来跟他回向。所以各位呢，愿意很虔诚来参加，这个叫自我功德力。然后呢，在参加的时候啊，读诵《华严经》，读诵《楞严经》，读诵各种的经典，啊，乃至佛号咒语，这个叫诸佛加持力。然后呢，在这段时间，大家共斋啊，点灯啊，明天晚上还要施食啊，放焰口啊，帮助鬼道，这个叫什么？法界缘起力。法界就是你帮助众生啊，所得到的这种真实的反作用力呢，要三力合合，一切都圆满。所以来再背一次：自力、他力、法力。各位要会使用这三个力量啊！你念阿弥陀佛，一个吃素的人念阿弥陀佛，跟一个不吃素的人念阿弥陀佛，佛的力量是一样的，但是你加进去的力量不一样。因为我吃素了，我来念佛又加入了我吃素的功德力量。啊，你还没有吃素，但是你有信心，你有信心的力量，我也有信心，但我加了一个吃素的力量了。这个自力大一点点了，你受菩萨戒，他还没受菩萨戒，哇，那个发菩提心的力量，再来念佛，上品上升的力量啊，跟未发菩提心来念佛，佛的力量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自力就还不圆满了。所以除了这个以外，无有放生、施食啊，放生、兼念佛、必到西方上品会、吃素、放生、念佛。哎呀，这样子的他力、自力，自己吃素，法力放生，他力念佛，你看这三力合合，必定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升了。所以各位做什么事情啊，都要圆满这三个力量啊。再背一次：自我功德力、诸佛加持力、法界缘起力。啊，这个缘起力就是你所做的善有善报的力量啊。我们去救济救灾啊，像各位水陆法会，不但为自己的祖先写牌位，还想着哎呀，我们呢，大地震所死亡的所有的人类跟非人类有形无形众生，我们都要回向给他。哇，那你这个法力可大了啊，因为你对众生的大悲心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更大了。所以，来，各位，请你把歌本翻到40页。我们现在还要做一个法力，什么呢？布施鬼道，甘露施食啊！刚刚在前面，我请法师点了一个粉，昨天送给各位那个食物的烟供粉，点在那边，布施味道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念40页，甘露施食以鬼。啊，我前面准备的面饭、粥、稀饭，因为特别这几天水陆法会，我们都知道有这地狱道、鬼道，我们要超度它，所以我们每一餐饭在用斋的时候啊，最好也能够施食，啊，布施食物。但是各位，他做就好了，我不用做。我告诉你讲，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出家人做自己德啊，你们做你们德啊，所以呢，自己做自己的。啊，7颗米、7颗饭、一条面，念念辨识咒啊，点个烟供粉就布施众生了啊。所以来，我们现在一起来做甘露施食仪轨，来一起念：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帝菩萨众，南无一切龙天善神，愿与威神加爱护助。我今招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自我所。来，右手拿出来，招请他方世界的任何国家的这些受苦的三恶道众生，通通到华严寺来参加水陆大法会啊！
啊，这个功德得到了，来来念三遍。那么波波地地切利多地丹他耶多耶，那么波波地地切利多地丹他耶多耶，那么波波地地切利多地丹他耶多耶，来则和平相处，解冤结。来，唵三多拉切多萨婆诃，唵三多拉切多萨婆诃，唵三多拉切多萨婆诃，开咽喉。啊，让这些鬼道喉咙都打开，身体都舒服啊！有水就在点点水，来是喷喷水来。嗡波波地地切多地丹他耶多耶，嗡波波地地切多地丹他耶多耶，嗡波波地地切多地丹他耶多耶。再来辨食咒啊，把食物啊，把所点那个烟供香啊，哎呀。加入更多的食物，包括各位那边在点的香，如果你有烟供佛，也给它加一点进去。这个香除了供佛，还有食物可以拿来吃食鬼道，所以来，我们一起来念辨食咒。先调查一下，辨食咒会背的举手，辨食咒会背的举手。中国就靠你们几位了，希望各位再背下来啊。这施食鬼道阴超阳泰啊，天天背，这个是成佛之咒哦。会念这个咒必定成佛，会念这个咒弥勒菩萨亲自跟你摸头，告诉你贤劫千佛什么时候成佛。如果你不成佛，释迦牟尼佛说他所说的经都骗人的，一无是处，因为这个咒太慈悲了。辨食咒啊，来一起念来。南无萨瓦丹他耶多万日之地唵三本来三本来吽。南无萨瓦丹他耶多万日之地唵三本来三本来吽。南无萨瓦丹他耶多万日之地唵三本来三本来吽。再来甘露水咒，手比这样，然后有水了就洒几滴水在地上，乃至地上有几滩水都把它灌下，那个水都变成甘露水，蓝色的，乃至变成牛奶一样。南无娑罗波耶丹他耶多耶达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波耶丹他耶多耶达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波耶丹他耶多耶达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各位，如果有人走过哪里就一直撒人民币，你会不会很谢谢他啊？走到哪里就撒人民币，走到哪里就撒，谁都欢喜看到他，大家跟着他抢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走到哪里都撒甘露水，都撒这些米啊，你走到哪里，哎呀，那些众生啊，这跪的拜买。我说啊，养之如父母，观之如佛。一个人经常施食这些鬼道，把你当作爸爸妈妈，然后呢，看到你像佛一样。经典就这样说，为什么？大慈悲啊！既然各位都会了，麻烦各位天天做好不好啊？重庆就靠各位了，交给你们了。啊，没有做完，他就给你敲门，嘿嘿嘿，没得吃没得喝，靠你了，你赶快念一念。我睡觉旁边永远都摆了甘露水，晚上又起来了继续睡啊！但是佛经说，你要是经常施食，从今天开始你永远看不到鬼。为什么？这些苦道的众生看你像佛像父母，不忍心让你看到他。经典就这样写，一切这些夜叉罗刹不敢侵害你，菩萨把你当眼睛一样的保护你啊，因为你是菩萨的眼睛。这什么意思？因为你看到感觉到众生苦嘛，你在帮助众生嘛。所以各位啊，走到哪里，特别是公园啊，阴暗的地方啊，就给他设一设水沟的洞啊，阴凉的地方啊，走到哪里就给他嗡波波地地切多里丹他耶多耶，那么娑罗波耶丹他耶多，大声娑罗娑婆诃娑婆诃娑萨婆诃，你自然久了就会背啊。啊，乃至各位也可以念一个咒，叫尊胜佛母咒，嗡普隆娑哈。啊，像我前面有一只，这是我们现在大陆做的好庄严啊，在我们五台山有一个啊佛顶尊胜陀罗尼，这个陀罗尼
你只要念了或让众生看到了，他们永脱离三恶道，天上的神要堕落了，看到这个本来是听到了尊胜佛母咒升更高的天啊，啊，所以中土若无尊胜咒，三途众生未得度啊，就代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尊胜佛母咒啊，三恶道众生都不能超度。所以各位将来把尊胜佛母咒刻在石头上纸上，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叫陀罗尼床，甚至把它丢在海里面，我们经常会把它丢到海里面，海里面的这些鱼类众生最后一次做鱼啊，死后生逃离天啊。所以来我们也为他们念一下嗡不隆梭哈，嗡不隆梭哈，嗡不隆梭哈，这个咒很重要啊。如果有人生病，你眼睛看着他，然后一直念嗡不隆梭哈，嗡不隆梭哈，替他念21遍，他身上的病魔就可以离开啊。这个尊胜佛母咒是用眼睛度众生，你用眼睛看着的对象，你只要一直念嗡不隆梭哈，嗡不隆梭哈，看到了一切众生永远脱离三恶道，身上的病魔消除，你生生世世的眼睛有加持力，你眼睛所看到的都有加持力，这样伟不伟大？所以要念这个尊胜佛母咒，再念一次嗡不隆梭哈，嗡不隆梭哈啊，嗡梭哈是每一个咒都是一开始嗡，后面梭哈，这个咒最短了，才两个字，扑隆扑隆扑隆，背下来吧啊，走到那样嗡扑隆梭哈啊。所以你在布施水的时候，尊胜陀罗尼也说，鬼道众生如果他喝到的水里面有尊胜佛母咒，他会喝得更快乐啊。所以走到那嗡扑隆梭哈，嗡扑隆梭哈。好，那现在第7普供养咒40页最后一行，要观想他们又吃又喝，好快乐啊！啊，一起念来：唵耶耶啷上婆哇哇只来吼，唵耶耶啷上婆哇哇只来吼，唵耶耶啷上婆哇哇只来吼。好，第41页，施无遮，毫无障碍的，他们都可以吃到喝到。啊，因为鬼道会大欺小啊，大鬼欺小，欺负小鬼，有力的鬼欺负那个没有力量的鬼啊，所以那些鬼叫无才鬼，好可怜啊啊！但是你要念，听他们念这个施无遮，他们就毫无障碍的都可以享受到。那现在要念晚上，下午要念晚上，来一起念来：汝等鬼神众，我今施如供，至时遍十方。一切鬼神供，嗡目内力梭哈，要麻烦各位的右手啊拿出来啊，你要观想手上流出了各种的甘露美味，到了美国，到了墨西哥，到了韩国，到每一个角落啊，然后念7遍，转7次来，嗡目内力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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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牟尼林梭哈，嗡牟尼林梭哈，嗡牟尼林梭哈。然后三弹指，食物飞得更远，来，1、2、3。然后呢，哦，希望他们脱离轨道以后，赶快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帮他们念回向偈，来一起念，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我们终于又把上供三宝，下施众生又做完了。所以希望各位每天在家里都这样，好不好啊？早上起来供佛、供水、供茶、供香，供养三宝。供养完以后发愿，发什么愿？普贤十大愿啊，或是发菩提心愿，或是四弘四愿，这个叫法供养。供养完以后下施众生，就佛前供了一杯水啊，就拿出来洒到外面去了。哦，下施众生啊，啊，乃至你有7颗米啊，放在外面的树下，乃至点一个烟供粉啊，昨天发给各位这个粉，做照片法师早上，哎，我们要去做烟供香，把那个粉做成香，那更方便了。各位以后就插一支在外面，让它随风飘啊，啊！
随着风来飘到各种地方去施食众生，每天做完上供三宝，追求佛道，下施众生，圆满慈悲啊，这样自己的功课做完了，心里快不快乐啊？快乐。然后各位手上有没有发一张这个给你啊？这一张要到处贴啊，这一张叫什么？过急解脱咒啊，一切众生只要经过那个地方，那么经过这个下面，永远脱离伤的道啊，消除病苦。所以你把它贴在家的门口，或是你如果厉害就贴在百货公司的大门口啊。哎呀，一天进出一万人，哇，你功德大不大？大。所以这个咒来跟我念一下，来，嗡嘛呢发吉里哄嗡嘛呢发吉里哄嗡嘛呢发吉里哄。那各位，这个咒最好你也要带在身上，你如果把这个咒带在身上，谁跟你讲话，谁跟你握手，谁踏到你的影子，永远消业障。如果什么时候布施呢？万一有人死掉了，医院的人死掉，你把身上这一张咒布施出来，放在他的额头，或是放在他的胸部，他马上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就是往生背上面一定有这个咒。所以各位回去多印一些好不好啊？印一些啊。啊，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做成那个很小的牌子，挂在塑胶，天天挂在身上。啊，挂在身上。虽然我们不是佛，但是你把佛的力量变成你的身体挂在你身上，谁给你碰到身体，往生的人也得以升天啊，升净土啊。所以后面还写着很小的字，这个咒的一些功德利益啊。所以各位就把这个咒呢贴起来好不好啊，贴在身上或是哪里，然后将来做多一点跟人家结缘吧啊，把佛菩萨的力量，法的力量布施给众生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哎呦，好像出太阳了啊！出太阳要念哪一个咒啊？来，来念一下，南无阿处如来。啊，太阳就变佛光了啊！然后再来，听到声音要念哪一个咒？还记得吗？或是佛号？听到声音，有人骂你，有人敲钟。有人在按喇叭，哪一个佛用声音度众生，知道吗？跟我念，南无自具如来，南无自具如来，智慧的智，火炬的炬，自具如来，嗡智那拉瓦破许地里地里轰，就是自具如来心破地狱咒，就是说有声音，你只要你加这个咒，这个声音能把地狱都给打破，变成灰尘，地狱里面的众生就可以离苦了。所以以声音度众生的佛，再念一次，南无自具如来。以光度众生的佛是什么？南无阿处如来。以水度众生的是哪一个佛？会的举手。昨天讲今天忘，放下。来念一下，南无宝髻如来。有水就要念这个啊，你喝水一定要念哦。嗡哇西波罗摩尼说哈，南无宝髻如来啊。如果你不念这个咒，喝水等于杀生，知道吗？各位喝的矿泉水里面有没有小细菌呢？有啊，你把它喝下去。所以你一定要念，念一下南无宝髻如来，嗡哇西波罗摩尼说哈啊。所以每一个佛都有他的本愿，本愿用方法度众生啊。所以然后呢，吹到风念什么？念一下南无观音菩萨嗡嘛呢呗咪吽。下雨的时候念什么？南无观音菩萨嗡嘟林嘟林加嘟林说哈啊，这些要会有啊，因为你要慈悲嘛。踏到土地念哪一个菩萨？念一下南无慈地菩萨，南无地藏菩萨，
哦，踏到土地的都消业障啊。所以我们学佛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学的是什么？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离开痛苦啊。然后我再考试一下，眼睛看到别人念哪一个咒，各位马上放下了。眼睛看到别人念哪一个咒，嗡扑隆梭哈，嗡扑隆梭哈，各位你试试看啊，以后你就不会好色，因为你眼睛念嗡扑隆梭哈，眼睛有悲心，就不会有分别心，知道吧？哎呀，这个好美，这个好帅，哦，这个好性感，你心就动了，因为你透过眼根就动了你的心，就很麻烦，知道吧？所以你的眼睛一定要修嗡扑隆梭哈。啊，我师父交代我特别修这个，因为啊，我走到哪里都要看很多人，别人看我，我看人，啊，所以我一定要修这个嗡扑隆梭哈，让别人看到我得解脱，听到我的声音得解脱。嗡嘟林嘟林加嘟林梭哈，我经常念这个观音甘露咒，只要听到我声音的人，四众五逆罪都消灭，啊，看到我外表身体的人，那么都消无量业障。啊，所以我身上啊放了100个咒，我都放在身上，随时包在身上。凡是对别人有利益，这个叫佩戴解脱咒，都给它放在身上啊。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知道吗？如何把不干净转为干净呢？如何把不清净转为清净呢？那你就要用佛菩萨的力量啊。像本来这个塑胶有没有利益啊？没功德，但是把佛菩萨的咒语名字刻在上面，它变成功德吗？变成功德。本来一个石头放在路边有没有功德？没有。在石头上刻法华经，这个石头有没有功德？有啊。所以各位，这个就是佛教，你要转凡成圣，转烦恼为菩提，转不清净为清净，那你要懂得念佛持咒啊。你懂得连这个石头木头都可以变佛像，你要把这个有情生命也变成三宝的力量，然后透过你去帮助众生啊。啊，还有一个咒各位也要背，你的手就可以马上度众生。会不会背准提咒？会的举手，我看几个。准提咒，哦，这个比较多人会了。再念一下，嗡遮利朱利尊提沙婆诃，嗡遮利朱利尊提沙婆诃。哎呀，改变命运的咒，了凡四训里面，你要是会念准提咒，每天早上念21遍，你的手就变准提手。你的手摸到谁，乃是这个人生病，你的手靠了他生病的地方，都等于准提菩萨加持他。啊，你会念准提咒还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准提咒也叫怀柔咒，每个人看到你都会被你吸引，哎呦，很想看你，很想接近你啊！你有人缘才能够传佛法，准提咒啊！而且女生希望先生很爱你，那你更要念准提咒。而且你如果哪一天用7杯水念108遍准提咒，把水洒在身上，哇，你的先生就从头给你爱到脚。重不重要啊？重要啊！这准提咒很重要，修菩萨道一定要修准提咒。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来修好不好？各位手上有没有水啊？哇，这个时候不要喷别人了，喷自己了。佛经说哪里不漂亮就喷哪里，知道吗？哎呀，我眼睛好丑，喷眼睛，希望我眼睛好看一点。我耳朵好丑，喷耳朵，就这个意思。还没念呢，现在不用喷了啊。我们一起念功德才大。今天这边有500个人，不是500倍啊，叫500增上，1、2、4、8、16、32、64，总共500次的增上，你看多少遍？来，我们一起念一下。来，各位请翻到，准提咒我们的歌本上面有128页，现在我们一起来修准提法，好不好啊？首先要祈请准提菩萨，就是前面这4句话。然后如果你会打手印，最好也打手印，各位手上拿书不方便啊，不方便就没关系，那如果会打就打手印。然后我们要祈请准提菩萨
来一起念啊，128页看到了啊，一起念来。其所归依苏西地，头面顶礼七俱之。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家护。跟我念，那么萨埵呢？三藐三菩陀，具足呢？大智度，嗡，遮利，朱利，尊提，萨婆诃。然后我们念咒心就好，请看128页下面，咒心，嗡，遮利，朱利，尊提，萨婆诃，嗡，遮利，朱利，尊提，萨婆诃。我们大家一起念7遍，好不好？7遍哦，啊，来。嗡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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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然后把你的准提手拿出来，先请五方佛加持我们。准提菩萨上面有五方佛，来放头顶。放右肩，放左肩，放胸口，放喉咙，五方佛加持。然后又把这个准提手放在你自己生病的地方，加持自己的病苦的地方，准提菩萨加持啊！看你哪里生病，你就放哪里，眼睛放眼睛啊，腰就放腰，腿就放腿啊，这是消病苦。那除了消病苦以后，又把水拿出来，吹口气在里面来。然后往身上喷吧，洒啊，哦，洒下来啊，哎呀，愿自己犹如准提菩萨的庄严啊，哎，好了，不用喷太多了，啊，所以各位每天要修这个准提法，啊，那修准提法最好是什么？你要去请一面镜子，请一面镜子，不是拿来照漂亮的，你在修准提法的时候，就把那个镜子放在前面。从镜子里面去观想准提菩萨，因为你以前看过准提菩萨，把它记下来，然后镜子一拿了，你就要把观想准提菩萨在镜子里面，然后呢对着镜子念准提咒，嗡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嗡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啊，然后最后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很虔诚，入了准提三昧以后，这个镜子可以告诉你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好或不好都在这里面啊！你没办法念到那个阶段，看不见也没关系，至少把准提镜随时带在包包或身上，特别出国的时候，你出国的时候没办法带很多佛像出国的，你只要把准提镜放在桌子上，那里面就是佛菩萨的意思啊，可以降魔又可以恭敬三宝，准提镜还可以告诉你善恶。有些人修到有准提耳，什么叫准提耳？如果你修准提咒念满30万遍，很虔诚，你的耳朵有什么好处？以后你要做什么事情，好事就有个声音告诉你，某人前面有黄金啊，坏事某人那个事情千万不要做，你会听得到，这叫准提耳。特别做医生的要这样修准提陀罗尼经的时候，做医生的有大悲心要救病人，一定要修准提法。修准提法有什么好处？今天有3个病人要来找我，前一天晚上做梦，准提菩萨就来告诉你，明天那个人得癌症，要吃什么药会好，你在梦中就知道了准提菩萨的加持。然后呢，你一看到那个人，你就可以跟他讲他要给什么药来帮助他，这样做医生慈不慈悲啊？慈悲啊，啊，所以各位啊，佛力不可思议啊，啊，只要你有信心呢、啊，有信心这样来修准提法，你能够修到有这个阶段最好，至少平常消灾免难，一切如愿，这准提咒很大的功德啊！啊，你要做生意，你要跟人家辩论，你要打官司，你都要事先念好准提咒。啊，你要生意发财，那更要念准提咒。就这个意思了。而且准提咒重要在哪里？你什么咒都不会背，至少要会背准提咒，这什么意思？哎呀，我现在要念辨识咒，忘了，那你就念准提咒，准提咒马上变成辨识咒的功德。所以准提咒叫咒母，一切真言之母啊，
代表一切咒，叫表一切咒。我们出家人每天都要念准提咒，用完斋啊，萨多南三藐三菩提，具足南大智罗，嗡哲尼主尼，入尼沙婆诃，来满一切施主的愿。而且准提咒也叫最大福报咒，最有福报的，把这个福报，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要把这个福报来感恩一切施主，所以一定会念准提咒啊。好，准提咒麻烦各位把它背下来好不好啊？看到人就念啊，乃至呢手握手的时候就要念。每天各位最好是什么样的，就像大哥大在家里充完电再出门啊，每天把自己充完了电，眼睛也充电，耳朵也充电，手也充电，心也充电，你走到哪里还是放电，知道吧？啊，利益众生，每一个佛修行都不是为了自己，一切累积的福德资粮、智慧资粮都是为了布施给众生，所以叫施无畏。观音菩萨叫布施，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把功德布施给你，你念阿弥陀佛背后，一切诸佛把大悲心的功德布施给你啊，让你的心里面圆满一切功德。所以各位呢，因为如此，所以为什么要做早课？各位最好要出门以前做做早课啊，时间长短都没关系，让自己电充饱饱的啊，去布施给众生，让别人看到你，听你讲话啊，见到你什么都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这个佛法的利益呢，叫靠着人去传播了，佛像石头刻成佛的形象都变成有功德。所以你把人的身口意都转成佛菩萨的身口意，那你变成活佛，走到哪里有功德啊。所以来念三个字，嗡阿哄。这个嗡阿哄就是把身体清净了，阿把我们的嘴巴清净了，哄把心里清净了啊。念完嗡阿哄以后啊，哦，然后呢融入准提菩萨的功德，融入药师佛的功德，融入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所以各位，你在念阿弥陀佛要怎么念呢？阿弥陀佛，你在念阿弥陀佛一开始是三声南无阿弥陀佛，那你要看到阿弥陀佛，然后接下来念四声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放光，整个融入到你清净的身口意。所以当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整个功德融入到你身上，这还不够，接下来呢，透过你的毛孔之光，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展现在每一个地方，普照的任何一个人啊，你有如阿弥陀佛，走到哪里把阿弥陀佛的功德给别人，透过你的声音，透过你的光啊。所以各位呢，每一个修行都是如此啊。我念观音菩萨，看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融入我的身心，然后呢我走到哪里有如观音菩萨的去利益众生，有如准提菩萨的去利益众生，不是我，我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不是穷人，不是富人，那只是世间的一时的现象而已。我们要的是那种三宝的力量去利益众生啊，因为呢一切众生都在痛苦里面了，我们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离开痛苦，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来把你拿到的糖果或米或是烟垢放在右手，然后翻到五十页，我们现在要修一个仪轨，翻到了没有？常修回向替身。什么叫替身呢？我心脏不好，我等一下就要把这个米、糖果和烟垢放在心脏靠一下，等于等一下所布施的糖果变成心脏，所布施的米也变成心脏，想知道吧？啊，所布施的烟供粉代表自己的器官要布施给众生，那你布施给众生，那你的身体器官会不会好啊？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这些冤亲债主，哦，我布施给你，甚至我的腿不好，我碰碰腿，哇，我布施了很多腿，这个替身食物啊，啊，整个替你自己给冤亲债主给鬼道，那你可以病痛消除啊，免除意外车祸啊，啊，所以首先来。三字总持咒，让我们的东西变成清净转化无量，来一起念，来，嗡阿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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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变异咒，让我们的这个糖果变成一亿个糖果，我要布施一亿个身体给众生，我要布施一亿倍的食物给众生啊，念一下嗡
Sambala, Sambala, Pomalasala, Mahajambaba, Hong, Pada, Soha, Om Sambala Sambala Pomalasala, Mahajambaba, Om Pada, Soha, Om Sambala Sambala Pomalasala, Mahajambaba, Hong, Pada, Soha. 然后练习做，来把食物放在右手，然后最好打手印，会不会啊？不打也没关系，如果方便的话啊，然后念一下。那么 ，Sarva Tanagarda Avalokita Om Sambala Sambala Hum。那么 ，Sarva Tanagarda Avalokita Om Sambala Sambala Hum。那么。Sarva Tathagata Avalokita Om Sambala Sambala Hum。 然后呢，更要请四如来加持地狱鬼道畜生道，听到四如来或七如来，乃至吃到食物闻到烟味，他们永远脱离三恶道。来，一起念：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好，现在念经文了。佛聚众妙喻替身时，就说这个糖果变成你的身体了啊。所以各位，你等一下哪里痛碰哪里，就是这个地方不要碰，除非你现在就要去极乐世界啊。哎呀，耳朵碰耳朵，鼻子碰鼻子啊，喉咙碰喉咙，就这个意思啊。第二遍各位念：聚众妙喻烧食供啊，等一下，各位手上的烟供粉没有也没关系，啊，我们如果有也不要全部撒，一点点撒在那个烟里面，好不好啊？啊，那个粉就变成无量的身体。如果你没有撒，没关系啊。第三，聚众妙喻水中食。假设你这个人吃鱼、吃螃蟹吃很多的，你最好以后啊，面包啊、食物啊，放一些到水里面，好不好啊？给水里面的众生吃啊，啊，因为你吃它，现在你超度它、布施它，你可以消除自己的病苦，甚至车祸这些了啊。第四句，于此漂游居住之，啊，乃至这个孤魂野鬼啊、地基主啊、附近的这些宿神呐、啊，啊，希求贪念损恼者，特别这些孤魂野鬼啊，很需要我们帮助他。啊，贪念，甚至他想要伤害众生，制造车祸、制造火灾的这些众生，哎，各种身相骗寻觅，不管你是什么形象，大鬼、小鬼、有财鬼、无财鬼啊，我们都可以找到你来。于此一切魔不众，甚至这些要障碍我们修行的这些魔不啊，我们都要给你来回向令喜或满足。啊，我们唱佛歌、听佛法、诵经、随路大法会、施食的功德都要回向给你们，快乐令你们满足，你们不要再障碍了，他们也可以升天往生极乐世界啊！来，苦难为缘诸迷乱，这个世间的痛苦、灾难、不好的因缘、种种智慧的障碍啊！来，愿解脱于大乐界，当愿这样子的施食啊、替身啊，让大家都解脱，乃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力鬼众速速取，这些有力量的鬼会让你很想打麻将，会让你想要吸毒，大力鬼众会改变你的思想，甚至有人会自杀，就叫大力清魔鬼，他跟着你七天你就准备要自杀了。所以这些会影响制造车祸啊，制造很大的这些灾难，大力鬼众会让你夫妻吵架，会败坏你的财产，你赚多少钱他就要败坏你，会影响叫大力鬼众。哎呀，你赶快拿去吃吧啊！来，欲望贪执以恋着，也让我们人类的欲望啊、贪爱执着、爱恋执着啊，来意念爱染意乐处。哎呀，你一直想着某一个人啊，这也是一种大力鬼众，促使你很悲观，一直想着那个事情放不下啊。最后愿获释然及解脱，愿大家都放下，都得到解脱。然后现在要念阿，阿代表什么意思？无量。譬如说我心脏不好，啊啊啊啊，就变成无量的心脏啊。胃不好，啊啊啊啊，
所以现在开始啊，你哪里病痛就放哪里啊，把糖果啊米就放在你病痛的地方，开始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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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脊椎骨啊啊啊啊啊啊，哪里痛放哪里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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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你的身体变成你爸爸妈妈或你儿女的身体，哪里痛放哪里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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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个啊就变成无量无边啊。所以各位要经常做，最好是什么做呢？最好用饭，饭早上饭煮好了，加点菜香香的，捏成一团，捏成一团，上面有你的手印最好了啊，捏下去有手印，然后呢就放在病苦的地方，全家然后把它布施出去啊。那这些冤亲债主啊，他接受你的布施啊，哎呀，他就不找你麻烦了啊。这个人要找你要10万块，结果你丢一个黄金给他，他拿了就走了，他不会找你的。那些车祸灾难总消除啊。所以底下的小字经文写的，如是念诵能使死亡病痛等灾难解除，恼害习恶缘消除所愿成，要经常这样做啊。甚至各位用一片面包也可以啊，所以你能够买来最好。如果你要发财，买油来跟牛奶来啊。如果你要外表漂亮，哎，就拿一些五色布或是一些木材来。如果你要消病苦，要大麦小麦来啊。如果你要障碍去除，豆子米饭，米饭可以大快乐福报啊。所以这一些素食能够烧了，烧了会香的东西，好不好啊？啊，但是这塑胶袋什么不要投下去，然后烧成烟雾，做大水陆空大超度，好不好啊？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本来是不用做的这么难，但是现在呢，念经不太专心了，持咒不能入定啊，本来那个东西怎么变不出来啊？啊，这个持咒要发菩提心要入关的呢，现在都会分心了 啊， 啊，所以这些鬼道没得吃，可以干脆直接烧成味道，这念不念都无所谓了啊。因为鬼是吸味道嘛，它不是吃食物的，人才是吃食物消化的啊，所以就不是直接不吃味道，特别是刚死掉的叫中阴身，他们的食物就是味道，所以你拿一个食物去拜这个土地神呢，他会把味道通通吸掉，你再吃它便没味道了啊。但是如果你用烧的，味道会变成无量无边，这样的意思知道吗？所以等一下休息20分，各位如果有烟供粉的，就布施一点在那个烟里面，好不好啊？有米的人只要拿7颗就好，这个米要用好几天，你不要等一下就倒完了啊。啊，对，拿7颗往那个树下啊，把它投出去，好不好？那一颗糖果，麻烦你把糖果纸弄好以后丢在人家踏不到，因为你丢在那个蚂蚁来吃，人家踏死蚂蚁不好啊，你要丢在没有人出入的树下，把它丢出去，好不好啊？把它布施完啊，布施完，然后米还留着，烟供粉还留着，这几天都要用，好不好？好，那我们休息20分钟，等一下再来继续啊，唱佛歌听佛法，阿弥陀佛。好，慢慢来啊。